据媒体报道，韩国演员金秀贤将于7月1号正式退伍，回归演艺圈。近日，网络曝光了一段他近期打保龄球的视频，展示了职业保龄球选手的水准。此前，在2016年，金秀贤参加了保龄球职业选手选拔赛，并顺利通过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